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有第一位讲者是用线上的方式来做分享，然后后面都会是实体的。那接下来的20分钟就会交给唐凤政委来为我们分享，就是我国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推动进程规划。唐政委只会讲5分钟，后面的15分钟都会交给大家的 Slido Q&A 来互动，所以请大家不要客气，一边听一边留 Slido， 不管是你在线上或在实体。那我们时间接下来就交给唐政委。嗨，大家好。我其实只打算讲3分钟哦，因为我看到 Slido 上已经开始冒出很多问题了。我想说多留一些时间给提问的朋友。那我们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啊、简称 OGNAP， 是我们在外交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那就像大家最近可能知道，我们会以这个台澎金马特别关税领域，个别关税领域来加入 CPTPP 一样。那 OGP 是一个当然比 CPTPP 早一点的国际组织，那同样我们也正在争取加入，同样我们也还不是会员国。那这个过程呢，在两份简报里面大概比较细的都可以看到哦。那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试着申请加入，在2015的时候，然后从16、18、19，我们在每次的这些 OGP 的活动上面，公民社群以及我们自己政府的朋友都不断是提出意向书，或者是分享我们的做法等等，那大概都有相当好的一些能见度。那为什么呢？因为在 OGP 跟别的贸易或者是其他题目为主的国组比较不一样，是说要进入 OGP 的国家必须要先通过所谓的价值检查，也就是说它必须要是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人权自由等等，但它想要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上面再做得更好，那这些才是 OGP 的会员。所以里面基本上是不会有说正在跟民主走倒退路的威权的这些国家。那一个国家进场它需要什么呢？一个类似门票的东西，就是它要承诺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那他们承诺做哪些事情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民主的国家，大概就这样。那这个不是他自己讲了算，就像我们的两公约的国内法化，或者是我们的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歧视、性别主流化等等，这些也都是由就是国外的专家看我们英文版的报告，然后来进行 audit， 就是来进行审核，或者他们叫做 independent review， 就是独立的这个审查。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从开始说要提这件事情以来，那民间有非常多的提案，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提案有12项，但是民众的提案有22项。那我们最后承诺的10项就是从这两方加在一起，然后共同讨论出来的。那我们的期程比其他人的都长哦，我们是到就是总统的任期，蔡英文第二任任期的就是2024年的5月。那我们的主题大概就是国际链接、民主深化以及数位以及后疫情时代的治理的转型。那我们很具体的这些承诺大概就是分成这几项。那这几项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里面的每一个次项目等等，大概就是透过我们在 Join 平台以及我们所有的加入我们的就是开放政府对话的朋友，他不需要是有什么样子的官职等等，他只要提出一个有概念的想法，那这个想法就会直接被融入我们的这个行动方案里面。所以像我们一开始主要是做开放资料及平台的价值运用，但是很多人也说资讯公开法也很重要啊，数位隐私也很重要，环境也很重要啊，所以大家就像拼图一样的，就是一块一块的把我们的具体的这些承诺拼了起来。那至于里面的每一个细项，我想之后都会有相当多的讲者来做很具体的讨论，所以我在这边就只是在荧幕上面稍微把它过一下。那最大这个想要这个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里面的看到的都是你可以找得到名字，就是哪些政府的朋友以及哪些民间的委员在几年几月几日透过怎么样子的形式、怎么样子的征集一起决定出来的承诺事项，所以后面的管考也都是随时你不管是找到这些委员，或者是透过线上的参与，像我们今天的工作坊，都可以继续去在这个承诺事项的基础上面去进一步的去要求，不但要说到做到，而且要做得更好。希望有一个还 OK 的开场。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到 Slido？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 Slido 环节。那我那个 AU 会自己 cue 那个 Slido 的题目。那我只是在提醒线上的朋友，可以在 Slido 发问，然后现场一样，我们就是先 Slido 回一轮，最后倒数可能五分钟之前，我再问一下有没有现场要发问，或者是线上有要开麦克风。那就还是再还给 AU。嗯，好的。那有六位朋友都想要跟大家问好，大家好。那我们是不是就算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应该没有问题。好，那有四位朋友啊，这个响应苏博庭这位朋友的一个询问，他的问题是这样，就是目前仍然是政党政治，也就是精英政策的局面了，怎么样确保多数的民众需求跟权益能够被保障，以及弱势跟小众怎么样子透过像这样子开放政府的做法能够有一席之地哦，这是非常好的。那我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回答就是说，在我们的扩大性别及族群包容性对话的相关承诺里面，其实大概都是在照顾这些，如果完全只是投票的话，大概没有办法取得就是过半的地位的这些朋友啊。所以举例来说，像内政部的促进新住民公共参与的发展，或者是原住民族委员会的扩大原住民族跨域参与国际接轨，客委会的客家议题公共参与，以及当然性平处的促进性别包容性对话及参与等等，大概都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去让这些声音有一个我们说一个怎么讲，就是平常是在行政里面的机制，跟在外面的就是主要是民间社群的这些机制，大家因为有些共同的承诺嘛，这些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一起做出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承诺事项，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性平处承诺在接下来有哪些要做的事情，它有哪些要量化的这些指标，新住民在内政部有哪些指标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是说，你不太需要经过特定的政党，如果在里面有任何一项指标是你感兴趣的话，不管是透过我们 OGMAP 的相关的委员，或者是透过在这里面他就会说，哎，这个可量化验证的公司协力的提案及追踪机制，等于他是创造出一个一个的空间，让大家想要在这里面发生的部分，在那个空间里面就专门讨论关于这个的事情，而不是说好像什么都是要去跟其他的就是所有的议题去抢能见度，等于这个是因为已经预先承诺了，所以你不需要特别说，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做下这个承诺的公务机关他本来就已经同意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就是创造出这样子不断持续对话的这个空间，我觉得是 OGP 在弱势跟小众的议题上面的一个具体的贡献。那详情很欢迎参考我们 OGP 这些具体承诺事项里面三之几的部分啊，大概都是这一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有四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哎，那是不是可以分享哦其他国家的实际的案例，还有它的优缺点哦，还有它的建议哦？当然这个不是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能够回答的问题，但我就只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举例来讲，好比像说，像我们如果去看美国它作为 OGP 的发起的国家，然后它在一开始就是在奥巴马的时候提出了非常多包含就是开放资料啊等等的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到川普的时候，那他就当然有稍微换一下包装，他把它叫做行政的现代化啊 modernization。那但是因为这个是已经往国际社会给出来的承诺，而这个承诺也是有独立的人在看，所以虽然他在执行的时候他不一定都用完全的相同的字眼做，可是他就不得不去延续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好像你在国际组织给出一个承诺啊，即使是想要这个改变心意也要就是有一段程序哦才能够退出，何况 OGP 是大家都觉得是很棒的事情，所以其实是完全没有退出的理由，所以他创造出这程序上一个问题，创造出一个超党派的一个环境，那当然现在在拜登的情况下，他就有一点像他办民主峰会啊，或者是说他以这个所谓的印太的自由的民主的同盟来做他的价值主张啊等等，那就是把 OGP 当时的这些概念以及大家承诺事项，哎，又把它转化成它去建立这个区域合纵连横的一个议程等等，所以我是觉得说，看美国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特点，一个是说，如果是公民社会跟
政府里面的事务官都觉得重要，而且往国际做出了承诺的事情，那就算他在政党政治上面有一些转移、有一些轮替等等，但是该做的事情不会因此就放掉，只有做得快跟慢，或者哪些事情比较侧重的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那如果一个国家他想要在国际上面去寻找盟友的话 ，OGP 是一个让他一下子就用理念的价值的相符合，而不是当时的这个地缘的利益等等，去谈一个比较长期的合作，等于是互相训练、互相培力增能啊，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好像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好像谁多慢一点，谁就少慢一点的这件事情，而是大家都可以彼此加强的事情哦。这是我就是参与这么多年来，大概跟美国他们负责 OGP 的承办人，经过现在就是三任不同的总统哦，大概可以综合出来他们那边的一些想法。那当然今天时间没有办法讲得很细。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想请问唐政委哦，目前的公部门还是非常的层级节制哦。那如果长官就是没有想要推动开放政府的话，那基层公务员呢、到底该怎么办呢、那我想就是开放政府这件事情，我想不会有什么长官公开的说这个我不想推动开放政府，对不对？就是他的这个概念就是要更透明啊，让大家更能够加入政策的形成啊，是不会有人在台面上面，就像现在在立法院的这个四个政党，也不会有哪一个政见是说他要更不透明，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在台湾的政治气氛里面。所以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基层的公务员的话，试着找到你的业务里面跟我们这些具体的承诺事项有关的，就是两三项的部分。那在这两三项的部分，你就可以很合理的去跟长官说，虽然这个不是你直接承办的业务，但是你看到这个承办业务跟我们在就是承诺事项有一个相关，那不管你是在中央的哪一个部会或机关，你一定有相关的开放政府联络人，也就是 participation officer， 那你可以去取得这个开放政府联络人的联络方式，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那我想要推动在接下来我们这边有没有一些想要自己提的案子，或者是我们在执行 NAP 就是国家行动方案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事情你觉得跟我比较相关，那可能一下子就是两三个礼拜没有也没有关系，那反正下个月或再下个月随时都还是有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的做法，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有很多的公务员他就是下班的时间也就是一个乡民哦，那透过参加 G0B 啊或者这些组织，那去G0B 是一个社群啊，不是很有组织的组织，那然后就去把自己在工作当中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快实现的一些想法直接带到外面来，然后去分享，然后看有没有人能够先把它实践到一个程度，然后回过头来让长官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啊，好像我们就跟民间一起做比较好吧。那这个在 G0B 里面，从最开始我自己有参加的盟点啊，爱台语就是爱台语网站啊等等，那到后来这个疫情的好几次的工作，其实非常多都是常任文官，但是不是以自己公务员的身份，而是一个社群的参与者的身份去揪起这个外面的力量，然后做出一个程度，然后再回来告诉长官说，民间做的这样子很棒，我们是不是参与？可是其实你也是民间的一部分哦，这是另外一个我们非常常看到的一个路径哦。那有八位朋友们问说，开放文化在软体界广受社群支持，当然因为它可以带来许多益处，但是在政府里面这个文化不见得能够为公务员带来好处哦，要怎么样促进在公部门里面的开放文化？不过当然在软体界也不是一开始就广受支持的哦，1997-98年当时才刚有开放源码这个概念出来的时候，也有非常多大型的软体公司，好比像说微软啦，他们是非常反对这样子，就是大家众人之事众人助之的彼此互相减低维护成本的这样子的一种开发的方式哦。当然到了现在这个微软也有就是也是 GitHub 的母公司啦，那微软自己也开放源码非常多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已经完全就是改变了他们对于开放文化的想法。那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说，他们发现如果他们不加入这个开放的文化的话，他们会失去新一代的使用者跟开发者的所谓的 mind share， 就是说大家在心里就不会再觉得微软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了。那当一家软体公司它只有好像被绑
助不能不使用它的软体 Office 什么的使用者跟开发者的这个生态圈，然后越来越缩越小的时候，那很快的这个软体公司可能就会不存在了、哦、那以政府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在政府做政策制定的时候，或者是做任何这个预算编列的时候，如果跟我们一起想这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少，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在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不关心，越来越不肯告诉我们到底实际发生的状况是什么，那这样的话很快的，那就是公务人员就必须要解决全部的问题，就不能跟民间伙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坐下来谈，组成一个工作小组，然后看看哪些问题不一定要全部你自己做，民间也可以做，所以省掉自己就是去担负全部的风险，以及省掉自己要去做全部的事情，这两个是对于公务员，就像当时在微软的开发者一样，是很明确的开放文化的好处。但是怎么样降低这个风险，以及不要浪费时间，当然是有一些方法的。那这些方法在接下来的工作坊里面，很多讲师会跟大家分享哦。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好，那在进到下面的问题之前，我先确认一下，有没有现场？因为我们剩五分钟，我想现场有没有想要直接举手发言的？有吗？现场一有一位，那工作人员可以帮我们递一下。那线上 BBB 聊天室有人想要用口头发问的吗？这边是没有。好，那我们就待会 AU 就等我们现场这一位朋友提问，可能帮我们在30秒之内，然后在 Slido 到最后这样。哎，请。不好意思，我是那个之前那个劳动部的那个组织工会筹组工会的那个提案人这样子。那我是想请问一下，我有收过你的 email。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像这样的问题，就是那 email 问题，就是除了说，我们去游说说立法院可以立法以外，那就是例如说行政机关这边，我是比较想要问说，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就是协助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地方？因为其实我已经在劳动部那一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提出来，但是劳动部他们也很为难，因为他们就觉得啊，我这个也不是我的职责。那请问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困难，然后怎么处理比较好？谢谢。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哦。那我想这里面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说，它如果是跨部会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任何部会觉得说，自己可以解决全部的问题。通常在政策形成的时候，就需要像我们刚刚讲的开放政府联络人去进行一个跨部会的，好像对齐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是把它叫做准备会议或者是会前会。那要启动这个开放政府联络人横向来做这个对齐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有某个部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觉得他虽然自己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但他愿意跟别人提，这是一种。或者是说，在我们的 Join 平台上面已经有超过门槛的这个联署，那所有被点名到的部会，那他就非得去在我们的就每个月的会议上面来提出来怎么样子做跨部会的联系。所以这两会的事务来讲是一个现成的一个机制，那在同一个部会里面跨机关的常常也都有类似的机制哦。那不过这部分因为牵涉到一些细节，而且我不确定你的 email 我多少可以念出来，所以是不是说相当了解这个机制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恩恩，是不是可以会后就是多跟他讨论一下这样。好，关于开放政府联络人的机制，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来找我。好，那剩下还有一点点时间，要不要再回答一下 Slido 的提问？好啊，那我们就继续咯。好，那我就不特别念出来，因为时间不太够哦。好，那当然对大部分的基层同仁来讲，这绝对是多了一些业务。但是我们要反过来这样讲，就你如果不做这个业务的话，那你应付重复的所资，那应付重复的报表编列，你会不会也多某一些业务？所以我是觉得说，要让长官同仁转变心态，就是要先看他的痛点，他现在的时间被浪费在重复的所资上面，以及重复的登记或者重复的报表、重复的补助案等等这些上面，到底在哪些地方？然后在那些地方去推动开放 API 跟开放资料，一个是省去这个重复应用的时间，一个是去省去重复分析的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只要你解决他一两个痛点，他就突然多出一些时间来，就会开始去想说，那我有什么东西别的也开放了，感觉上会有比较好的成果哦。那当然不需要任何专业能力，因为我们在
所有共振的讨论上面，只要你有愿意花你的时间去分享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跟这个政策有什么利害关系，就它怎么样影响你的这个经验，这个第一手经验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第一手经验，所以只要在我们刚刚讲到这种比较协作式的场域里面分享这个经验就已经是有所贡献了。如果很就是我这样讲太抽象的话，欢迎找恩恩讨论哦。好，那最后就是我国的教育平台当然会继续推动，也有很多网络参与的方式，那我们就看我们的 OGNAP 的承诺事项里面，你只要找平台或系统或空间或场域或工作方，那你就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大量的包含线上跟线下参与的方式哦。那我是不是时间已经到了？对，好，那我们就掌声，不管是现场的实体的掌声或线上的掌声，感谢就是唐政委的分享。那我在这边待会会进入休息的环节，那就谢谢唐政委。然后我就再小小的就是收一下这一个 part， 因为我事前有看到报名表的名单，就其实我知道从刚刚 slide 的提问就知道，其实很多朋友是长期关注开放政府或者是所谓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这件事情，但我相信也有一些朋友是纯粹对开放文化或开放政府有兴趣。那刚刚听到的一些方案的内容，假设对你来说是第一次听到的话，如果觉得有点陌生，那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今天整天的工作坊会讨论有好几个层次的东西，一个是开放政府这个大概念到底是什么，以及它如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另外一个是我们已经正在推动中的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这个东西不是唐政委在主导的，它其实是我们国发会跟我们整个行政院甚至立法院也有开放国会，那这个行动方案是就算换党就还是会继续的持续实作下去，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就是被核定的一个像政府的公文这样子一般的确定的东西，这个叫做国家行动方案，那这是另外一个部分。然后如果是对于这种比较工作坊啊协作开放政府联络人这个层次的内容的话，那就真的也就欢迎就大家再来找我联系，可是其他比较大的主题就是会交给后面今天的工作坊的讲者来为我们解答。那我们接下来的十分钟就大家先稍作休息，然后如果任何技术上的问题或者实体上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线上 BBB 的工作人员为你解答。那就谢谢唐政委，谢谢大家。